你想大哥回来了？想回来了。对，我们可以开始了。开始传递你的表演了。那我们欢迎第一组。
所有的好的坏的别敲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起了我划过这目光品尝这一生啊
中，你能够甩开我这的手，仿佛就剧终，草戒指在手中，相聚你的窗户，明天爱变成了晚风。微笑装着不在意。
定的走开，其实
元山所带来的王姬，赵元山王姬姬与马杰航所带来的东西东西。对不对？
是一种煎熬，因为同学他会表演，可是表演的话，我们不知道，可能撕掉他的主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歌唱比赛，那么你们就会漏掉歌唱性跟那个他的技巧性这个部分，可能会把它撕掉。所以呢，那对我们来提到，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其实可能会有同分的那种状况会蛮多的，其实对我们评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煎熬。那大致上我还是把我所看到的，因为不见得我能够看到全面，我大致上可以稍微跟我讲一下。第一就是第一个单就是独唱的这个部分了。第一位呢就是袁一二的徐佳敏，他的歌徐敏佳，我说我重度近视，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第一个出来哈。其实这首歌曲不是不好，可是整体在比赛上面不容易凸显歌音，这是我大致上给的建议哈，所以同学稍微思考一下，表演都 OK， 好，表演都 OK。那再来呢，我们这个景佑伦呢，这个是吉他社的社长，那么他的这首歌曲其实我私底下也听过，那么我一再说他的问题出在有点英雄气短，他的音乐声道会有点气不太直啊，这个我一直在建议他，不过这个也没有那么快容易改变。那他整个音乐性啊，他整个音乐的那个他有点独唱的风格其实是蛮不错的，不过他的加强点就是唱的部分要再多加强哈。这个六人啊，我一直在提这一点啊，那你这次已经有进步多了。那我们提第二的夏浩文，重度寂寞的这首歌曲呢，我听个好几遍，那么基本上里面有像杨宗纬或者是萧敬腾的声音了，他这个原唱是这样子。我们这位同学唱的也很不错啊，不过呢，他有时候当他高音的时候有两三点是岔气的，所以没有到那么完整，所以他表现的算很不错的，好，这是重度寂寞。那第四个袁一山的这个由于的这个龙卷风，基本上他的整个唱起来哈，气势还不够强，不过层次还算蛮分明的，整体也没有出太大的问题，没有太大错误。那么可以，其实我想你的版本应该是模仿邓紫棋的吧，因为我有看过周杰伦啊，我在想说上来到底会用周杰伦的版本，然后周杰伦版本大概就很难，周杰伦他的唱腔只能他自己唱他自己歌，所有人上来表演周杰伦歌曲绝对不能像周杰伦一样。好，这是我给同学的建议。那再来呢，赵元山的这个张兆生呢，泰国情歌，我的评语是比原唱好听。真的不会高歌了，这首歌曲没有什么歌唱的技巧，没有什么凸显的地方啊。你表现得很不错啊，那只能这样讲。所以他的可惜点在这里啊。这个老师是有做功课的，因为这个歌曲有唱，我去听很久，那基本上我想说这个选曲，我们当初看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有一点问题了。好，假如的这首歌曲啊，那个阿信的歌不好唱。那么在高音的部分呢是有些不顺啊，所以其实没有唱，没有把它唱得非常的流畅自在，对，这是可惜的一点。那基本上假如你把它唱到跟它很接近的话，应该就会很优美啊，这是那已经算唱得很不错了啊。这是第六位的，第七位呢冠名哈，他独唱还有那个整个合唱的组呢，他出现很多次。那么从去年其实我就蛮欣赏他的表演，他的表演台风非常好。那么整体上哈，他冠名你自己要注意哈，你可能哈在这个部分你已经很完备了，那么请你在唱歌的部分呢专注一点，独唱的部分唱难一点的歌曲，好好的表现，你
这是给冠名的建议。好，再来，第八位，这个是杨明浩哈，自由。那自由，我那时候不知道，找两个版本，一个是张震岳，那另外有一个是张悬的，是不是？我听了张悬的，我想到这个会不会是张悬的？就是张震岳，张悬的他的自由可能会比较有技巧性的、那么在整个张震岳的这个版本的，他是比较摇滚 rock， 那其实是比较可以表演型的，是 OK 啦。这个也是在这个部分就是比较难去凸显他的你个人的歌艺或音色的一个部分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然后第九位，那这个子恒呢，当然应该是去年的冠军了，他的音色、唱腔、技巧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是好像有点跑道有点老今年的歌声好像不够高，有一点落下，可能是要准备考试了哈。那新台北妹这首歌曲呢，他敢选这首歌曲代表这个歌唱的胆量很大，因为国语歌曲跟闽南语歌曲在转换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不协调，就是音色会不太一样，可是他可以做到跟原唱的这个蛮接近度的所以他本身的唱歌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可以再挑战一些比较更有难度一点的歌曲那第十位续坊的张晨，续三的张晨威刚开始唱歌的部分 ，tempo 的部分有点太顺没有抓得很好。可是他的感情表现很佳，好像他唱他自己一样，所以跟得失之间就这样子，所以他的感情表现的甚至比那个萧煌奇还要深入一点就是他表现好像是他唱他自己，所以其实会有感动人的感觉。不过本身歌曲好像还不是很熟练，所以这个可以加强一点。好，这是我在单选的部分的我自己的一个评给同学的一个建议评价那谢谢各位。
，因为下面还有一点问题哈，所以我要上来做一下时间。那我喉咙真的已经不行了，所以那就这样子了，谢谢同学。最佳人气奖，我们看中间的摄影机。